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最有感觉》。我们现在来寻找了一个美食，也是在恩宁路这一边的。这家店叫做民丰美食，荔湾的老字号。然后可以看一下要点什么，看一下这里菜单：香葱虾米肠嘛，很小的一个店面。我点的这一份是香葱虾米肠，感觉像是鸡蛋了，已经被我搅得有点乱了。观众们看得应该很急吧？啊，可以看得到它的酱油有点多。有点甜。我用左手应该没问题了，因为我本身就用左手。甜的，没有怎么感觉出咸的味道。哇，这个挺滑的，因为刚才用筷子夹带起来。甜美，甜美的。我好饱啊，因为在吃这个之前我吃了一个雪糕，那个是甜的，然后吃这个也发现是甜的，让观众自行感受。已经完成了这一份肠粉了，它的那个调料还是挺可以的。然后我发现了那里还有那个阿姨做的那种饺子，哇，看一下，这里的客人发现挺多的，虽然它的店面不是很大，然后这里点外卖的也是不断有人过来，现在已经完成了这里老字号的美食了，所以我们要寻找下一个了。